就打职业打了十几年了嘛，然后也有陆陆续续有一些伤痛之类的，所以有想过休息这个选择。打职业这么久，也在 PSG 拿了三个 PCS 的总冠军。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，老实说有点累，也会想要休息。现在世界赛打完了，也是时候了。可以啦，我觉得 Maple 想打，我觉得他。是时候全力备战下一年了。